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，植物王国的超级英雄豌豆超人他终于来了。相传植物王国探索乌鸦星系时，将一颗小豌豆留在了克星。几年之后呢，小豌豆吸收了克星的能量，变成了豌豆超人。现在他回到了植物王国，准备用他强大的力量捣毁僵尸帝国的阴谋。此时的豌豆超人悬浮在空中，身披红色斗篷，双眼炯炯有神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直接飞向战场。豌豆超人的一技能是能量护盾，使用克星能量聚集而成的护盾坚不可摧，一般的攻击根本没有办法破防。二技能是瞬间移动，理论上豌豆超人速度能超越光速，所以瞬间移动更加不在话下。对了，豌豆超人的普通攻击手段是用双眼射出可怕的极光射线，但是一旦使用了三技能，他的攻击手段就会变成了斗篷扫击，甩飞近身的僵尸们。好了，熟悉的新植物，那么现在我就要去找戴夫机器人，让他给咱们挑选最强大的对手，我要让整个僵尸帝国都知道豌豆超人的厉害。浪哥，僵尸帝国有一个叫击碎者船长的僵尸，据说他身高百尺，力大无穷，号称僵尸帝国最强大力士。他还放出话来说，一只胳膊就能把你干碎。哟呵，这么嚣张，那咱们可得好好见识见识这个击碎者船长了。OK， 我现在已经在备战室就位了，准备出发前往击碎者船长出没的雪山地区。到站了，看来我还需要先招募几个队友，毕竟僵尸数量众多，仅靠我一个人可能不够。这么多队友我选谁呢？再选豌豆超人吧，双倍的快乐。大哥，你这下巴是没吃饱饭吗？让我来再招募一个，组成超人军团。啊，这再试试第三个。我晕，无语了，这三个豌豆超人估计真没吃饱饭，把身子骨都饿瘦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这一战胜了，我就带你们吃香的喝辣的去。来，放置一个糖果，准备吸引僵尸。陷阱放置完毕，僵尸们来了。嘿嘿，我已经摩拳擦掌了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我扫，我再扫，怎么感觉这一局我玩的像局外人？射线打不中人也就算了，用斗篷扫击也打不中。嘿嘿，看到没有，我的射线打的就是远。再搭配上还要瞬间移动，双线作战毫无压力呀。卡个视野，发个激光。不过真男人都喜欢近战，看我的斗篷甩击，一击毙命。再来，头晕眼花了吧？第三下还挺硬，不过能近人身也算是真男人，所以咱们换成远程攻击打他们不算丢人吧。不好，我们的陷阱要坏了，加紧加速赶回去。救下来了，要来了吗？船中的击碎者船长。这个小不点就身高百尺的帝国大力士击碎者船长，甚至连脸都没有，这就离谱了吧。不过也是，在以我豌豆超人为主角的视频里，有没有脸重要吗？反派唯一的作用就是为了衬托咱们的强大呀。我们正义的三打一，看你的效果不错呢，继续加强火力，不要停。兄弟，你攻击的时候这么浮夸的吗？我们这又不是恐怖游戏。呀，小家伙血量还挺足的，不太好打呀。不过咱们也有能量护盾，不怕打消耗战。我去，他召唤机甲了，
这战场一下子就扑朔迷离了。我激光对他造成的伤害微乎其微啊。先把队友扶起来，找个队友更不好打。火力压制不要停，有个队友被打成了豌豆酱，我试一下还能抢救过来吗？哎，兄弟，你这样小伙伴们看了会害怕的。哎呀，我真的受够了，你们这都是啥队友啊？哼，万丈高楼。兄弟，你不上场打仗没关系，你还在这里尬舞就过分了呀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那我们今天视频。